12月13日，大衣哥接受采访，首次公开回应。大衣哥表示，说好说坏都不合适，还不如不说，做好自己就行，顺其自然就好。针对网上所有的谣言，大衣哥也给出了回应。为了给自己增加流量，目前没有追究，但如果这个事惹起来，就会找相关部门处理，只是还没到这个点，话不能乱说。言外之意，大家要有尺度，要是真触碰到底线，他会在合适的时候反击。关于网上朱善伟的声明，大衣哥称那个声明都是假的，还亲自打电话问小伟是不是他发的声明，小伟直接给予了否认。此前陈亚楠一直发文想要公公大衣哥站出来为自己发声，而大衣哥迟迟没有任何回应。这次大衣哥称不想回应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并表示希望他事业越来越好，祝他心想事成，真心话。至于其他的，他认为那是人家的事，管好自己就行了。大衣哥否认网上的谣言，还大方送上祝福，希望他以后幸福，事业越来越好，没有任何责怪陈亚楠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